大家好，我是老胡，今天是3月26日，现在我在甘家镇。昨天我老婆在身体未痊愈的情况下，终于战胜了困难，10公里的陡坡硬是给推上来了。本来其中担心几次想搭车子坐到甘家镇或者是金闸县，后来他想想慢慢的硬是给推了上来。其实我老婆她并不爱好骑行，只是我在外面她不放心我，我不放心她，所以就又在一起骑行。她是硬是被我逼上梁山的。我们中晚在这里下去，还是很好的。我一直觉得那个每个镇上或者村庄，一般的情况下都有农户是有床位房，所以还是要多问问，到一个镇上的乡里啊，还是要多问问农户。今天我们大概也许再骑个10几公里，不要十几，也许就要骑个几公里就到青海省了。因为甘家镇是青海省和甘肃省的交界区。我坐着的吗？你不要搞这。本来都这么老了，冒烟。对，你好，这怕冒烟。这不对，没有，你这搁哪里？就拿着拿来就行。好。搁进去一堆鸡胸脯。也要背个包，背个包暖和些，也安全些。现在也许天黑以后才到达，对于理想无限的向往，一路走来无限的感伤，带着早已结痂的伤疤，继续追逐飞逝的时光，那向阳的花开在山岗上，那里就是我追寻的远方。曾经我不惧风雨，
别采访心上。挖日塔还是归日塔？我会在天亮之前出发，也许天黑以后才到达。对于理想无限的向往，一路走来无限的感伤，带着早已结痂的伤疤，继续追逐飞逝的时光。那向阳的花开在山岗上，那里就是我追寻的远方。过了这个桥就是铜仁了，铜仁欢迎您，热贡艺术之乡。我们现在已经进入青海省铜仁市，你看山上都是大石头了，这边还是高山草甸，马上就看不见草原了。没草原，风也小，就是雪，可是在这里，这个有大石头了，它就没有什么雪。你看这个石头有点像哪里？像哪里的石头？看看就矮了。他们那牛粪并不是晒干了就这么烧，而是要掺草掺木材在里面，这样火烧的才旺点点，才烧的干净，才烧的彻底。你看到了青藏高原这里，牛十八都把马的整整齐齐。那里在新藏线那里，日喀则那里，有时候把牛十八上还印上花，哎，
这算是到垭口了吧。哎呀，不要进去路，我这个才带主要是在那个新山线上用的。你等等等等，那边个木头头子，不见那个狗喊我去死，那个狗要冲出来肯定咬人。就是这样骑过去那狗叫。小狗啊？大狗哦，就前面大狗啊。这个千万不能跑远，跑远了，他就来。收啊！他现在这里做工程，整个大西北做工程，路上柴都多得很。上面还有个坡，起码还要走四五公里，坡才好点点。那前面应该是最后一个坡了，到了那个坡顶，今天已经走了20公里了，应该是到那坡顶就走了20公里。西城铁路，你好，哎，这别这个雨那么大，赣青隧道一号斜径。这个坡好像太难推了，垭口在那前面起码还有4-5公里，你看那金发太阳能。青海华南粤定新能源有限公司，铜仁寺瓜石侧乡，哎，看垭口，哎，下面还有3公里，3公里多。
走二十步，休息一下子嘛。那丫头姐在哪里了？那鞋子脏，鞋子嘛。那你头那个绳子要解开来，不解开来累。他就像在那个铁皮房子，要空的锯下来。我说不行，那感冒没有好，锯下来是非常冷的。这就在伤口这里，垭口也就一两公里了，慢慢推一推过去。太累了，累了就不想骑了。把车子推到那底下。瓜石乡，我老婆那个砸了个油，全部溜掉了。这老锤子，不着急不着。前面看找到旅馆没？往前走。这是可以居住啊，再看一看。他们刚才是不是别但是你们不知道那我看一下，这里的还有那里是吧？老婆这个啥也没用了，来油又掉光了，还有一点点油。你看是这样的。啊？不管了。你看都是这样的。方式一样的吗？嗯。都是这样的。是的吗？我这不要切多少。辣椒少的还怪好吃的，少的也是这样的。嗯。嗯，就那个。啊。啊，这个。这10块钱一碗的，5块钱好多。你看牛肉汤大概有牛肉。
你家干么？我也不知道，你干么呢？我也干呀，我晚上要吃，我又还有方便面，我把煮下子，省了带的。冰的吧，是冰的吧？是冰的，不能吃，可瘦。走吧，冰的不能吃。我不想吃，哎呀。又来水了。哦，这水黑。嗯，刚开始来。还有沉淀。一会儿要好一点。嗯。嗯。过来，过来。这下的好。过来，过来。嗯，过来过来，你笑得真准呀！过来过来，这个这个咋吃？能不能吃？嗯，不吃，不能吃啊！吃行不行啊？嗯。这是黑的，要定一下。嗯，再睡不好了。嗯。这个手刹。唯一解决的方法就是，它不是这里，它不是这里漏油吗？唯一解决方法就是翘起来，让它再高去，对不对？要两边的手刹和这边，这边漏油，这个这边密封不好，一翻一拉油就出来了，现在只有把它抬高。液压油太高，它这样子，嗯，还能还有点炸，用一下子，坚持到西宁，看没？像西宁，太高了，哎，这么样子的，只有这样子，下播的时候用一下，上播用不到。